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刚刚六姐呢，她有说她希望看到大家快乐零饮料的样子，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拿，好，不要就是我们拿过去，所以我要在这边录影大家很开心拿饮料的样子。冯宇，你拿到饮料很开心吗？有，六姐也很开心。帮文英拿一下，文英的是多多绿。文英，好，文英的话就是有玩三国群战 M 的朋友，这是我们嘉哥，嘉哥你拿到饮料很开心吗？有哦，明日之星嘉哥，谢谢，嘉哥很开心。好，这样才会冰凉的呀。好，不是啊，好，有了，我感觉到了，大家拿到饮料都很开心。啊，六姐嘞？我看谁没有开心的表情，我就跟他想一下哈。新伟，你有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好开心，好 ，OK， 啊，这个新伟他开心，开心，你欺负新人了、哦？什么东西？所以你们这样欺负新人，对啊，好可怜哦。要么第二天才开始，对，要么第二天才开始。我也是啊，你叫的误会。对，非常注意呢。第二次奶茶微糖了，对不对？吸管，有些那个冯宇他要吸管，拜托，谢谢，他很忙，他超忙，他很多事情，谢谢，感谢有些大哥。咖啡、微糖、微冰果，对不对？对，海底真的最特别那个仙子。不是，我不知道点什么啊，我就想说有一拳超人的一什么一颗仙子，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的在哪里？苏英的是啊吗？海盐鸡是徐凯的呀。我不知道在哪里。这是咖啡、微冰。那仙子真的是半糖。我的在哪里？没有。算了，我先录到这边哦。我有录到大家很开心拿饮料的样子，希望六姐有看到。他们乱掉。